马德苏姆岛是泰国南部的一个小岛，这个小岛没有普吉岛那么繁华，但是它有着独特的宁静和自然风光。这个小岛上没有太多的高楼大厦和酒店，更多的是一些小屋和度假村。岛上的居民生活比较悠闲，让人感受到一种与世无争的宁静。在马德苏姆岛上可以参加各种水上活动，例如浮潜、潜水、帆船等等。这些活动可以让人们更好地了解海洋生物和珊瑚礁，同时也可以让人们感受到海洋的美丽和神秘。在马德苏姆岛上还可以参加徒步旅行和爬山等活动，这些活动可以让人们更好地了解岛上的自然风光和文化。在徒步旅行中可以看到岛上美丽的海滩、山脉和森林等景观，让人感受到大自然的魅力。马德苏姆岛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小岛，它有着独特的宁静和自然风光。如果你想远离城市的喧嚣，放松身心，那么这个地方是一个不错的选择。好了，记得关注，下次带你们去更好玩的地方。小玩熊旅行，定制您的私人自由行。